带到玉帝面前，看他还有什么能耐。不行，等会儿。这位神仙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这位姑娘到底犯了什么错？你执意要这么把她带走呢？关你什么事？你什么事？下凡的时候，玉帝怎么说的？与民同乐。你给我姿态放低一点，多放低一点。 紫霞仙子身为神仙，擅动私情，动了大罪。我们这次是要带她回去洗去修为，重新修炼。重新修炼？这么惨！这是天条，没有处死，已经是玉帝格外开恩了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们也不能把她带走。说什么？徐宗宝。 是不是让那些神仙吓着了？你放心，从今天开始，只要有我在，我一定保护好你。我说的不是刚刚，他为什么留下我自己？我没办法呀，我是凡胎肉体，我怎么跟神仙打？逃跑是我的本能，你要多理解我一下。 过去就过去了，就像你说的，我们现在好好的，啊，走。去哪儿啊？去让你把所有东西都想起来，走。我果然瞒着，堆了这么半天也没堆到，头脑不舒服。哎呀，不要着急呀，京城所至，今时未开，给点耐性，啊，相信终有一日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悟空的。 可是人海茫茫，大师您取经的事情不能一直这么耽误下去呀。那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啊。如果我们见到一个人就把悟空的身形、样貌、喜好、衣着都说一遍的话，那也真的是很累呀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弄一张寻猴启事，这样可以省些精力呢，我们还可以聊下人生的感悟，还可以唱一下歌。太好了，大师。 你简直太有智慧了！你也很有智慧，走啊！你知不知道破镜重圆，覆水重收和死而复生啊？知道，就是我们那儿的一张牌。破镜重圆就要碰，覆水重收就是要吃，死而复生呢就是天胡了。唉，看来非要帮你回忆回忆。准备好了吧？我不知道我。哎，你怎么不？
对，仙子，请问你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？幸好这水是凉的，这水有点烫，我英俊的小脸怎么办？啊？其实呢，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也不至于生那么这么大的气。怎么样，这种感觉有没有很熟悉啊？接下来要该怎么做呢？ 这种危机的感觉是很熟悉，是吗？太好了，主人，你大人有大量。我刚刚呢，是有点小激动，但是我只是开个玩笑，希望你不要介意，放过我好不好？小二，过来给我把周围打扫一下。来了，还是没全想起来。没关系，恢复记忆啊是需要一步一步来的。再试试第三种，我们走吧。 去哪儿不吃饭了呀？先去义庄回来再吃。你去义庄干什么？那放死人的地方，你去那儿吃饭了还能有什么用呢？别逗了！哎呀，去帮他们重获新生多开心啊！说不定你还能多吃两碗饭。这神仙还能帮别人死而复生？神仙不能，但我们……小二，来了！来了，还小菜，再来壶酒。好嘞。你说，这年头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今儿个有个啰里吧嗦的和尚。 张贴什么告示，说找什么猴子。糟糕，忘了那个坏家伙了。哎呀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有事啊，我一会儿回来。这年头啊，确实风流倜傥。我身边就有一个，还好得走。小二，哎，给我来壶热茶。好嘞，快点啊！放心吧。 阿弥陀佛，这位女施主看你年纪轻轻却行色匆匆啊，年轻人最好还是稳重一些。正所谓做人呢，行了，时间紧迫，我长话短说，千万不要相信你的徒弟孙悟空，他会害死你的。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大师是孙悟空的师傅？还有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我呀。 跟孙悟空有点渊源，所以呢，知道他的师傅满世界都在找他，就在蜈蚣精那里啊，花了高价才找到你们。这么说，你也是他的前女友？哎，不是。不过啊，他真的是一个混蛋，他祸害了好多的姑娘。阿弥陀佛，样不教父之过，教不严师之惰。 贫僧一定要尽快找到悟空，不能够让他一错再错。我告诉你啊，他真的不是你的徒弟孙悟空。知道啊，他不想认我做这个师傅，既然贫僧已经收了悟空做徒弟，我就有义务去点化他。佛祖有云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啊？贫僧知道你施主你是不忍心看到我被这只猴子折磨，但是取经之路蕴含了九九八十一难，想必这就是其中一难。他真的不是你的徒弟孙悟空啊，他就是一个奸恶险诈的猴子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 贫僧相信这是佛祖对我们师徒二人的一个考验，让我们坚定心神，一路向西，取得真经，好惠泽万世。我靠，你可不可以换一个正常的频道跟我说话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真的要小心孙悟空，千万别被他抓了。抓？女施主，您的意思是他也很想见我？贫僧实在是很惊喜，待我们重逢了之后，我一定要唱首 Only You 给他听，他就会明白我的心意了。Only 个头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，你自己好好小心，好自为之吧。